影了，哇哦，欢迎大事小儿亲友王嘉尔，我们百事大中华区饮料品类高级市场总监叶丽女士，欢迎，请二位我们签上名字。好，好，为我们拍拍照。今天很 man 啊，我觉得嘉儿。好，欢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蓝地毯。我们王嘉尔是通过我们亚洲的人气男团出道，然后呢，最近的唱跳啊，还有超高的综艺感，还有无厘头的呆萌，对不对？都特别受欢迎。欢迎王嘉尔，还有我们叶丽女士，欢迎！你已经能嗨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跟我们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，还有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百事可乐的王嘉尔 Jackson。Yo， 你标志性的那些嗨，可以跟我们直播朋友来一下。Yo。什么？就你很自嗨的那种形式，尴尬死了，我也告诉你。Yeah！ 好，叶丽女士也跟我们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。好呀，大家好，我是百事可乐的叶丽。对，我觉得嘉尔呢，他不但是唱歌好，然后演戏好，综艺感超强，你主持也是特别好的。没有，我其实就是一个配菜。什么？配菜？综艺节目里面的配菜。主角在这里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接下来我们粉丝是更加期待你新的作品。对。接下来计划可以透露一下吗？很多粉丝在期待着。接下来的计划就是 surprise， 就是一个惊喜，惊喜是不能说的，对不对？那总可以说是唱歌，还是跳舞，还是演戏，还是综艺节目吧？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会越来越展示不同的自己给大家看呗。但是可能更期待就是你跟百事可乐会不会有新的互动， yes， 对不对？今天喝了吗？今天喝了吗？对，他喝完以后就可以那么帅啊。其实刚才我有在看直播。对，一直在看。对，其实有点干，就是因为后面那个工作人哥哥的眼神其实有点干，如果你们看回放的话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哥哥的眼神是一直对，哥哥们都很你知道他们在学什么吗？学什么？最近流行的呆萌啊。好，叶丽女士也跟我们聊一下天吧，这跟嘉尔合作应该是蛮开心的。肯定是的，跟嘉尔在一起是随时随地都可以，是欢笑声一片的。是你最欣赏他什么呢？除了帅以外。那当然是他的才华了。因为嘉尔大家都知道他是能唱能跳能说，而且呢对，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要感谢百事可乐的大力支持，所以今天感谢特别感谢叶丽女士来到蓝地毯支持我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请来到我们的艺人专访间，谢谢二位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辛苦了。